睇一個零。哇，进来就送个粉丝灯牌吗？哈哈哈！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才四十个人，这人这么少吗？晚上好，新年快乐！这年都不过完了吗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晚上好。这么多人吗？有没有新年礼物呀？有新年礼物，说阿姨哥他们都有个新年礼物吧？有没有给我来一个这个的？有没有给我来个这个龙抬头的？上人，对，新年是，这句话没错，还是新年，是的，是的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你是老板，我们穷。我不是老板，我要是老板就好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不是老板。我要是老板就好了，关键是我不是的嘛。你穿休闲装，我没有，我在乐山，四川乐山。我在四川乐山，叔啊，一个姐妹，我在四川乐山。咱们山里人，咱们山里人好不好？你乐山没有，我在乐山没有房子。新年快乐，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叔阿姨哥姐们，对，粉丝灯牌亮一亮嘛，就过新年了，对吧？过完年了，然后咱们集体在2024年这一个粉丝灯牌，咱们得亮一下呀，是不是？该把这个粉丝灯牌亮起来的，还是得亮一下，是吧？我们该亮粉丝灯牌的亮一下。山里人好淳朴，不冷。今天出大太阳，谢谢点赞，谢谢谢谢。什么玩意儿？你们说的什么？去找阿英他们玩，我找他们玩干啥？干什么嘛？各有各的生活，我找他们干什么？我跟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去找他们干什么？对吧？我去找他们干什么嘛？对吧？他们生活。没有，我在四川乐山城里面，我在城里面。就这样子，谢谢谢谢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这个吴彦真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怎么才这么点人？怎么才283多个人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这过新年了，新年快乐！这过完年了，你们那里过完年没有？哎呦，开播了！哎呦，开播了，那不开播干啥呀？对吧？哎呦，开播了！你在长沙还是在哪里？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十五初节过完年，对，是的，十五过完这个年就算是过完了。你不理人，不关注你，随便都行啊，你爱关注关注。我在你边上的嘛，你好好说，你不是去北京的吗？对吧？
你不是大年初一还是初二就去北京了吗？你拿去北京干什么嘛？嗯，回来了的嘛。哦，新年好，龙年大吉啊！你去北京干什么嘛？去北京遇大老板去了吗？是，这个凯硕奶奶晚上好。你去北京干什么嘛？商户洽谈吗？还是说干什么去了嘛？嗯，好好说话。那我能没好好说话吗？对吧？你现在我好像看见你直播也不直播，是吧？啊，带货也没带。一天到晚不是去北京，就是去杭州玩的，呵呵，对吧？谢谢送的荧光棒，谢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谢谢各位叔阿姨在这里，谢谢谢谢。咱们400多个人，能不能再上点人？咱们再往人在上面走一走，好久不见，是的，好久不见。这过年期间我都没开直播，所以说好久不见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，这么多人，陆陆续续的进来说新年好。咱们分享一下直播间好不好？今天直播间只有500人，啊。今天直播间500人，人太少了吧？新年好。咱们能分享一下直播间的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该分享一下直播间的分享一下直播间，然后分享了的话，我打算过段时间给你们送点东西给你们，行不行？过一天那个你们想不想要一个杯子？多少钱？出个油钱，就是快递费就行了。老表，老表，你说什么事？在哪里啊？啊？在乐山吗？我在四川。我以为你在北京呢。嗯，你在北京。不来马边吗？来马边干什么？哎，你不说。你不说你在哪边吗？我在成都。你在成都干嘛？在成都玩。哦，你好幸福。说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你这个有点白呀、啊。我有点白，那本来就白啊。你这个美开的有点大了。我没有开美颜啊。哼。好的好的，那你先忙吧，拜拜。怎么乖呀？这就这么乖了，是陈晓东的老婆，好像是的，好像是看见过。你们所说的那个陈晓东也是在这个乐山的吗？对吧？别乱说啊！什么阿姐心里还有我，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我，啊！别乱说啊！什么这一波极速流量给我推1000，我看能推多少？现在920，还能推多少？小东，你们说的刚刚那个是不是你们就是说所说的陈晓东的老婆是吧？是吧？陈晓东的老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来刷一个烟吧，我们集体打一波新年快乐。然后我过段时间，我给大家就是送大家就送吧，就你们自己出个快递费就行了。然后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杯子，就非常好看的一个杯子，自己出个快递费就行了。然后我送给大家啊，快递费2.5啊，我不挣你们钱，快递费全国可查，快递费2.5，然后我送你们一个杯子，一人一个杯子啊，一人送你们一个杯子，嗯，刷一个烟吧。行不行？说阿姨哥姐们，一人送你们一个杯子啊！一人送你们一个杯子，快递费2.5啊，全程只要2.5，就是自己自个儿出个快递费就完了，就2.5，你带回家一个杯子，过段时间给你们上架啊！今天就怎么说呢，人太少了，然后我
不想送。你比如说一千多人，我能送出去多什么呢？最多送个两百个杯子。我想支持我的每个人都有。我想，改天我就做一个大型一点的，然后给叔阿姨哥姐们送点福利吧，就作为就是过年了嘛。认识也快一年了，送你们一点东西，过段时间送大家，啊，2.5块的油，快递费你们自个儿出了就行了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，你们也别说我挣你们钱还是怎么样啊，2.5块的快递费你们到时候可以查2.5块的快递费，然后你们给了你们就下单带回去，我也不挣你们钱，是吧？晚上好。谢谢。晚上好。这没人了吗？没人我要关播了。我刚开播10分钟。新年快乐。你们最近过年过得怎么样？吃胖没有？长胖没有？啊，过年这几天你们长胖没有？吃胖没有？天天是不是都是？肉过去肉过来的都没怎么吃素啊。叔阿哥姐们，我想问一下，采访一下你们，就过年这段时间吃的是吧？吃胖了就行啊。吃胖了就行。干嘛？我问一下，他们在那里说你是那个陈晓东的老婆，真的假的？干嘛嘛？问一下是不是真的？你有病吧？真的？不是。嗯。你确定不是那个？我是他前妻。哦，整半天原来是那个。你好好说话。阿伟是谁啊？你叫阿伟吗？你看不见名字吗？我叫小阿川，我叫阿川。我知道小阿川，但是他们一直在我这个公屏上面谋兵。阿伟是谁嘛？阿伟。阿川弟的娃娃，阿川弟的娃娃。七叫阿芝，现在阿芝是一周的女朋友，意思就是被别人抢走了吗？你好好说什么？不成你他们打在公屏上面的。我发现你吧，不，你真的是那个网红陈晓东的老婆吗？你好好说话。是不是嘛？不是。抓一个姐妹，她不承认。我是她的前妻。前妻意思就是分开了吧？分开了。是一个什么样的遭遇让你俩分开了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。开玩笑，阿紫和一，他可能被戴绿帽子了吗？谁？他说你被他们说你被那个单妞骂的了。谁说的？他们说你的娃娃机被抢走了。怎么叫抢走的？这句话说的这个词用的不对啊。你们两个不是很熟的吗？我跟谁很熟？跟我很熟。我跟你很熟吗？哎呦，什么时候来马鞭？来马鞭干什么嘛？你是要邀请我，就是来马鞭玩吗？来马鞭，我请你吃腊肉，请你吃坨坨肉，我们彝族的吃，请你吃我们彝族的粑粑。嗯，吃不了，自己小吃啊。吃，请你吃我们彝族的香肠。吃不了。吃不了，那你想吃什么嘛？你想吃的那些高端的，我也吃不了呀。真的是一天天的。我们这边都在说你是陈晓东的老婆，那个乐山网红陈晓东的老婆。我不能是他老婆吗？能这个
不可否认的能百分百能。你是老婆，现在在离婚，哪里来的老婆呀？现在人家有老婆。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他谈提起你的伤心往事了啊，抱歉。哦，不可能不伤心，伤心干嘛？他想吃你好好说话。拜拜拜拜，你自己你说自己来吧。拜拜。他真信吗？他是叶啊！你们真会说，一会儿说您家是陈晓东的老婆，一会儿说什么叶老板的老婆，一会儿又说你们家是，你俩也认识啊？那肯定认识嘛？那能不认识吗？那这么大个网红陈晓东在乐山，我现在，对吧？直播间虽然说人只有500人，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认识嘛？那能不认识吗？对吧？认识啊，只能说是在网上认识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那网上谁不认识谁嘛？你刷拿着手机刷一个视频，你不认识他吗？那我也看见过呀，那谁我都看见过呀，是不是？阿川，这个是叶老板的女朋友是吧？什么叫叶老板是谁？你们说的叶老板是谁？他说他认识阿紫。到底是谁？你老婆都啊，我胖了很多吗？胖了就对了。是，你们有的说是人家陈晓东的老婆，有的是什么叶老板，什么易老板，来更离谱的说我的女朋友都来了，你们离不离谱？我想问问你们，啊，一下给人家安排四个，是不是？你老板是那个易那个，你胖了，现在是啊，我胖了，我肯定是胖了。那个叶老板是谁嘛？我都不认识你们所说的那个叶老板。20世纪，到底你们说的到底是谁？你们这谈八卦，你们也要谈的一个名好的名字行不行？你们就谈八卦都谈不对人家的名字，是不是？你们谈八卦都谈不到一个好的名字，说实话。刷一个就叶了，你们把人家名字都打错了，我还在那里说人谁姓叶，谁姓叶，对吧？是不是叶老板，对吧？这些人都是在网上，你刷手机难不成你们没刷见过吗？对吧？你们刷手机是吧？我不相信你们没刷见过什么陈晓东，就刚刚那个谁，我不相信你们在网上没有刷到过这个陈晓东的，是吧？我不相信你们这样刷手机没刷到过，是吧？我作为一个乐山，我刷同城，我也经常刷到他们的，是不是？那我肯定就认识呀，只是说在网上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网上你们还认识我呢，那现实生活中你们认识我不嘛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刚刚那个女的男朋友现在是阿紫，怎么又冒出来一个阿紫？不是叶老板，他们说的是叶老板是，你们要把我绕昏了，你们到底说的是谁？一会儿是阿紫是叶老板的老婆。我女，你们一会儿说是阿紫是一些老板的老婆，一会儿又说人家那个陈晓东的老婆是那个叶老板，哎，整婚了。那刚刚那个雪儿呢？那个雪儿超乖，好像叫苏雪儿是吧？那个苏雪儿又是谁的嘛？是吧？刷一个姐妹，雪儿是陈晓东的老婆，离婚啊，离了婚的啊，相当于是前妻嘛，啊，是这么个道理是吧？就咱就说你们看归看，你们手别停下来嘛，点点赞吧，才4000多的点赞，怎么来看我阿川直播就点赞不给我点了吗？对不对？刷一个姐妹，
咱们下次进我直播间能不能先点赞点个一两万在那儿给我放着嘛？你点赞一万都没破，是不是？新年好，新年好，关注好了啊，给我点点赞，点点赞。我们现在点赞才5700，是吧？你给我点个一两万嘛？你看那时候你们给我点一百多万点赞的时候，那手术在哪里？给我点点赞嘛！陈亚东公司破产了，哇！那、啊、破产吗？我不知道哦。他的公司破产了，跟我也没半毛钱关系啊！我也不在他家那个饭瓢里面，就是添饭吃。他破不破产，跟我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对吧？对吧？他破产了，我也不拿钱去救济他，对吧？他挣了钱，他也不给我。他破不破产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就好比现在我挣了钱，我分你们不嘛？你们觉得我挣了钱，我分你们不嘛？是吧？是吧，一个姐妹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们总是在那说我阿川不仗义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我阿川到底仗不仗义？对不对？是吧，一个姐妹？那我不知道，你跑进来问我，那问这么多，我怎么知道，对吧？晚上好，怎么抢来的都有，那么抢了，上人，关键是不上人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嗯，晚上好，很久没有下午给你们播过了，对吧？今天下午。晚上给你们播几分钟，没完事儿，记得过两天记得来找我啊！记得过两天来找我那个啥，零水杯啊，2.5元带走一个水杯啊，免费送给大家。阿紫现在是老板娘，那老板娘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哪怕说挣一千万，挣2000万，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跑来我面前说啊，我们老板娘，老板，我问你，他当老板，老板娘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还是怎么的？他挣了钱会分给我吗？是吧，一个姐妹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在那跟我说他是老板，对吧？跟我有关系吗？请回答，我凭什么回答你？他找多少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好像问完，对吧？他一年找几个老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他一年挣多少钱跟我有半毛钱关系？对吧？他一年找10个他也跟你没关系，他一年找20个也跟你没关系，至少是我妹妹。至少是我妹妹，我还不好意思，我还真没有妹妹，是吧，一个姐妹？我真没有妹妹，我真没有妹妹啊、哦！跑我这来八卦来了，至少是我妹妹，我没有妹妹。我再说一句，你们从哪儿看出来我有妹妹的？嗯，对不对？是亲戚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，还亲戚，八竿子都打不着的，祝福一下总可以吧？祝福是可以的，每个人他只要比如说谁结婚或者干嘛，祝福，哎，100%少不了的。
我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现在都回归现实中了。你们为什么还沉浸在这个网络当中啊？问你们。那我问你们，我大盘怎么都是剧本？那我现在我500多人，我不得给你们开直播带货呀？天天给你们带货，给你们钱呀？啊，天天我就再拿这个杯子啊，我天天挂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啊，9.9，是不是一个？哎，多好啊，我卖给你们。傻吗我啊？咱们直播间600多个人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给你们带货呀，我不知道挣钱，我不知道。我还在那，你生活在网络当中，反应不过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什么玩意儿？从小长大，我从小在四川省乐山市长大的，我从小到大。我说出生我就在四川省乐山市，我生我就生在乐山市，我就是个乐山人，地地道道的一个乐山人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地地道道的乐山人是吧，一个姐妹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乐山人。还在那里说，哎，我真的是，我服了你们了，我地地道道的乐山人，我本地人，地地道道的本地人，乐山啊，随时随地可以来找我，我都在乐山。嗯，我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过年咱们直播间500多个人有多少叔阿姨哥姐妹跑到来，跑来就是怎么说来乐山玩过的啊？有没有在粉丝群里面啊说过的啊？我不知道你们谁在。直播间有多少叔阿姨哥姐妹来乐山旅游的有多少？我看看有没有啊？有的在公屏上打个有字啊！我看看有没有人过年来乐山游玩的，我看有没有。叔阿姨哥姐妹，我看看你们过年有没有来乐山玩的，我看看有没有。下次记得来乐山发个信息，我就在乐山，一直都在。我本地人，我本地人，真的本地人，不骗你们。我身份证都可以给你们看，哎呀，本地人，本地的，还在那你说，还在那你说，那如果说假设说我要挣你们钱，我500多人，我随便找一个剧本，我炒一样，我不得1000人，我不得给你们带货呀、啊，天天指着一个卫生纸，我指着卫生纸就一顿卖，我一直卖我的卫生纸。那我10天我也能卖个10000块钱吧，对吧？卫生纸我也能给你们卖10000块钱吧，是吧？对不对？还在那你得回不过现实，嗯，回不过来，嗯，反应不过来，嗯，我是真反应不过来。来，说完一个姐妹，有没有人帮我去打把 PK 的？我想问一下，来，有没有帮我去打把 PK？ 我想去打把 PK， 有没有支持我去打把 PK 的啊？支持我去打把 PK 的，有支持的，我们在公屏上打一波，打一波一，好不好？有支持我去打把 PK 的，我们在公屏上打波一，好不好？我想去打一把 PK。说实话，支持我们每个人就要掏1块钱啊，一人掏1块钱就行了，不要掏多了。咱们现在直播间500多个人，每人掏1块钱，够了啊，够了，够了啊！别人打，我和别人打，随便找一个吧，哦，随便找一个，行不行？我随便找一个打，有没有支持啊？我们一人掏1块钱吧，好不好？说完一块钱吧，我们一人掏1块钱就行了。咱们这看看你能打成一人没了。去给陈亚波老婆打，真的吗？你们要帮我吗？你们帮不帮我先说清楚，你们不帮我，我去打干嘛？我打舒服了怎么办？啊，你们帮我，我再去打吧。咱们直播间500个人，每人出1块钱，我都能打赢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们干不干？要干了我就去啊！要干我就去打一把。我们每人出1块钱，
我不要求，比如说像他们一样啊，一人出十块钱，我说你们一人给我出一块钱就行了，我去打一把。干，好，那我去找他打。真的不要骗我啊，每人出一块钱。不要跑啊，不要跑啊。干嘛嘛？我把 PK。怎么打嘛？我们中间谁输了，谁的票少，然后在中间我们去跑步。什么意思啊？谁输了，中途站起来跑步。站起来跑步啊？在这里跑步怎么跑啊？我怎么跑？反正就这样跑，这样反正不跑就行了。换一种，你这个跑步疯了。二十个蹲起。做蹲起吗？换一个。成语接龙是什么意思？打呀打，换个。就这个二十个蹲起。20个蹲起。哎，我们问真心话。问真心话。行，可以问真心话，粉丝提问啊。粉丝提问。唱歌不会唱歌，来关闭麦。啊，不是，打三局连胜还是一局？打一局。可以，好，闭麦。这个怎么闭麦哦？赶紧闭麦啊！我这边准备好了。刷一个你们快上票啊！咱们说了400多个人，每人一块钱，每人十票啊！每人十票，每人一块钱啊！每人一块钱，一块钱就是十票，一人十票啊！一人十票，刷一个姐妹，谢谢，刷一个姐妹。怎么上？点小心心，点十个就可以了，一人点十个小心心就可以了。对，一人点十个，谢谢，一人点小心心，每人点十个啊，多了不要点，每人点十个就够了，多了都不要点。你们想一想好，我们应该能赢。你们想一想，我们一会儿应该问什么啊？一会儿问什么？谢谢叔阿姨哥姐们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再刷一个，姐妹，咱们一人再点一波，好不好？还差22个人过助力啊！能不能过一下？谢谢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我榜一大姐，谢谢。咱们450人，你们想一想，一会儿要问什么啊？你们想什么？那是人家王陈亚东的前妻，你们在那里乱说，一天到晚。咱们不要乱说啊！不要乱说，说实话说一个行吗？不要乱说，咱们不要乱说啊！咱们好好的，不要乱说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来刷一个姐妹，我们集体还有最后一分钟，每人再上一点点小心心啊！我们很久没有给你们打，带你们出去打把 PK 了，今天也是让你们帮帮我打一把 PK。有小心心的，我们上小心心啊！没有小心心，我们一起点点赞啊！没有小心心，我们一起点点赞。有小心心，我们一起点点赞。感谢我们榜一大姐，这个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面赶上来了，刷一个键麦。
对面脸上来了，120票了，好久不见了，是的，好久不见了，这个笑是谁的？谢�谢谢谢，300多票，刷一个键吧，还有最后几秒。谢谢谢谢，这个谢谢这个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。赢了赢了赢了，刷一个键吧，我们公屏上打一波拿下好不好？公屏上打一波拿下。来不及了，我没上到分，他们刷了很多礼物。然后结束了，打了3局2胜是吧？1局。三还有一局，还有一局。打了1局啊！不要说3局2胜，我这边输完一个不同意啊！打了1局。那你问吧，来。你问。输完一个姐妹。问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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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问啥？来，你们就是对面的粉丝，有什么想问的，你们可以跑到我这边来发过来，然后我好问他，我也不知道问你啥。说实话，我说真心话，来，你们想问啥，你们就问啥。我这个，我们这边有个粉丝这样问的：有没有和陈晓东离婚？有没有离婚？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问你有没有和陈晓东离婚？离婚了还没有离成呀？离婚了还没离成。对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怎么哪里去了哟？就是还在离，还没离得成功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们想问的去对面，然后让对面来提问我。他刚说了，还在离，还没离得成功啊。还有没有想问的啊？啊，一个问题只能问一把啊，一个问题只能问一把。你们想问的，估计他也不会答应。再来一把吗？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是怎么打？再来一把，我这边就是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会儿再说啊，等会儿我给你连过来啊。等会儿你有病吧？你去找大哥吗？不找大哥。刷一个姐妹，谢谢谢谢你们帮我打人家吧，谢谢谢谢。就我想说，你们有没有想什么想问的吗？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，或者说怎么样？你们有认识他的，你们想问的，你们就要帮我打人家把 PK， 然后才好去问，那不然怎么问嘛？是不是去打一种去？那个一种我都没有关注人家，更何况人家也不可能说跟我打呀，认识他的认识他对吧，要查吗？查别人太无聊了。小川活宝终于直播了，那肯定的呀，我是一个大活宝嘛，那没有我你们肯定会感觉很无聊啊，是吧？来，所有输完一个姐妹望着我头上角，没有给我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没有给我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啊！你们想让我跟他打一把，他开直播没有嘛？对吧？你们让我跟他打一把，他开直播没有嘛？他会不会连我嘛？是不是？脚踩别国的，这些人太没素质，太无聊了，天天直播，那我也不知道他现在直播没有啊，对吧？你光跟我看人家愿不愿意，就是怎么说？跟我连麦嘛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他说他愿意，那我肯定得给他打一场 PK 呀，是不是？那他不愿意，我干嘛去弄呢？是不是？他是陈晓东的老婆，是的，刚刚都说了嘛，人家是陈晓东的老婆，但是人家还没有离得成功啊，具体离没离成功我也不知道啊。说实话，雪儿全是鬼话连天，那他是不是鬼话？我确实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啊。一直去打 PK 就胜，你能打赢他就算，我们支持你去。那别了吧，你们何必花那么多钱帮我打一把 PK 是吧？还怎么打吗？还想打吗？啊？你有条件吗？你那边？什么？不是你打得过我吗？肯定打得过你呀。那你说你这局有打什么吗？
都可以啊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怎么打嘛？怎么打嘛？阅读服输嘛？来嘛？我怎么知道怎么打？你想怎么打嘛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这边书还有个人们想问你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想问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打什么。问什么？打什么？怎么打这样的嘛？怎么打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呀，这个东西。问你，问粉丝呀。我这边粉丝都不认识你，他们怎么说嘛？他们，只有个别认识你的。他们都认识你呀，我的直播间里面都认识你。我直播间认识你啊，我记得上次我有一次就是拍了一个视频，然后发的那个啊，好像说我那下面评论都说好像是你是吧？你妹的你出了个你在追那个，你答应了就离婚，他打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打赢了就离婚，他打赢了就娶老婆，什么意思呀？你这个 你这啥意思？看都看不懂。他娶不娶老婆和这个打 PK 有什么关系呀？对呀，你看。打不打？不打就关了。咱们你要下播了，你啊。对呀，嫁给他，我嫁给他，你们在想啥哟？我的天！不打吧，改天约一架。可以，拜拜。你们让我去打那个你们说的异种，那我怎么去打嘛？我都没关注他，我打不了啊。刷一个姐们。我都没关注他，更何况我去找他打 PK，打 PK 的理由是什么？